毛細雨嘅新竹，有咩睇啊？梗係睇鬼手啊！聽下啲聲就知啦。哇！點啊？當你個個都喺下低望下望下嘅時候，我就喺上面度望住個血盆大口，同埋隻爪添啊！系啦，冇错，呢度就系科斯拉酒店啦。咁可以睇到佢个下低嗰个石桶度咧，就有佢扫紧呢个东京市，破坏紧啦。咁然之后，而家就影下佢嘅侧面啦。有少少睇到隻眼啦，睇到隻眼仔。如果好天嘅话，我睇下可唔可以夜晚再嚟影一影佢先，因为夜晚应该系个口会发死光的。好，睇埋条旗先，好犀利。咁但系咧，咦？呢度有经典嘅一幕。但是落雨呢就落雨好。当然如果大家你有机会来呢，如果等到有落雨的机会呢，就是这个影相位了。因为呢你是会影到它的倒影的。今天出现两只哥斯拉的会有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入去酒店里面看看有什么特别先。咁酒店入面咧，佢就有餐厅嘅，同埋个reception 都喺呢度。咁另外咧，喺 reception 出边咧，就系有啲售卖部嘅。咁啊，有啲 T 恤卖啦。童装，咁有大人嘅，咁另外又有亦有其他款喎，呢件几靓嘅，咁有毛巾啦，有 Q 版嘅哥斯拉，仲会发光嘅呢只应该。啊，荧光喎呢只，四周年系啦，系哦，有特别嘢送个片嚟嘅住客，即系四拉片，咁正，锁匙扣啦，有笔，啲有明信片喎。水晶球，三头喎，哥斯拉头，另外呢酒店呢今年四周年咁入住嘅人呢都会有呢、這个扣针送嘅。呢度就係历年嘅哥斯拉电影版啦嘅海报。Netflix 的动画版啦，另外今年嚟紧都会有新的美版的电影版嘅。咁我哋将近出翻嚟咧，去翻搭 lift 落去之际咧，嗱，咁就会睇到啦，佢开业四周年。
咁啊有食物啦，紀念版。仲有呢個大師，宣傳大師啊，師奶版。好。